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用到正黄色？还有两个美萱呢，猜猜看，什么鬼？好，要抱一下吗？不用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台湾。清谷，너무힘들어요。가시고자하는목적지를선택해주세요。배차를선택해주세요。这是浴室，我这边是悬挂拖鞋，然后我订的是双人房，然后这边电视床，然后镜子，然后电话、冰箱、保险柜。我感觉已经累到先把东西都拿进来了，然后感觉地方还蛮大的，所以我这个行李箱感觉可以摊开。然后那边是窗户。上面是暖气，拜拜，我好累。早安，发现饭店还有附身体乳液耶，还不错。然后他该附的那些。啊，拍一下角落，这边是那个衣柜，然后还有副浴袍，还有写他们的饭店名字，然后穿看看吧，好好笑，那甚至还是七分袖，然后还其实是五分的，我太小只，有可能，反正他就是做一个这样可以开襟的设计，然后有一个口袋。好像在拍什么穿搭，那他就很像是白袍这样子。OK， 开箱完毕，拜。真的没有听过有人直接用中文把这句话讲出来，我通常都听过闽南语的。通常就是我刚刚发给我的。啊，我同样讲中文呢、欸，都是听中文。真的假的？他还跟你切割，华化的，高雄切割，大家好，这跟高雄没有关系。